跟大家说啊，我始终是认为啊，这是个陷阱。我觉得肯定人仰马翻吧，这儿。我觉得下午累不累，取决于我们这一网有没有东西。不是到600就 OK 了吗？800。为什么到800了？你不会是节目组派来的卧底？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呀？我怎么从节目组派来？是这样的，很盛情的邀请博哥，他也是4点多就到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一直在给我们输出，我们一个输入的一个。哎，其实我也挣了100，好不好？挣了100。记了还记了300黄鱼呢。啊。不是，挣了100，记了300。我本想请他来干活，但是他花了我300多。